访问网络诶，观众朋友，咱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海内外乡亲啊，大家好啊，咱即马一个开始哈，要来甲各位啊，海内外乡亲时段报告伫个凯道头前伫遐静坐诶诶，咱诶啊，咱诶即个台湾诶啊乡亲伫个遐啊，伫个凌晨啊，特别天光诶时阵，四点三四点啊，迄阵啊。啊，因有叫迄、那个啊，电驳车来，啊，将人甲伊啊掠去，掠去这个车顶。啊，伊啊，因为遐在场呢，嘛有男性，嘛有女性。啊，咱的这个单行牛，这个高雄市的市议员，单行牛议员呢，伊是一个查某囡仔尔。啊，遐的这个遐的暴警呢？啊，粗脚动地吼，啊，脚来手来，甲伊硬抓，甲伊乌白乌白来乌白戳安尼，啊，嘛是安尼，甲伊再走一点啊都无甲伊尊重，啊，所以讲因遐，互人再去外的乡镇丢包的人又搁倒转来吼，啊，即马现场遐有足需要人讲啊，去遐斗看咧，斗三工一个安尼，啊，伫个遮甲咱啊海内外乡亲时代报告一个现场的状况。即嘛就是安尼，因为愈来愈挖这个五里矿，因的这个啊，因的执政当局呢，啊，会个这个手段会个愈来愈怪奇吼。啊，最主要伊就是讲，这一两天陈亚芬迄个政治会商，伊要伫这个总统府面头前讲要做发挥啦，讲要甲因中华民国祈福啦，啊，就是讲啊，不问苍生，啊问鬼神，啊做一个这个发挥呢，唔知要开偌济精神甲人力伫个遐。伊若讲将这个精神甲人力来用伫个讲来看顾咱台湾人民，大家过了好无？啊，咱的啊这个学生囡仔有通啊食饱无？啊，足济家庭烧炭自杀的，跳刀自杀、跳水自杀的，好无？啊，因的家庭吼，因遐为作好无？拢无去关心这個，啊，就来吼，互这个政治回声，底下这一个国家的这个大政，用这个宗教怪力乱神底下咧操作安尼。啊，因为因今仔日明仔载就是要做发挥，头前咧打迄个病啊，所以讲伊袂当用温暖底下讲无爱好。油灯啊，起价物资起价，啊叫伊讲来关心咱的人民百姓，因伫遐点点伫遐静坐，伊就永远移袂掉，所以讲该掠该弹安尼，吼啊伫个遮甲各位啊海内外乡亲时代报告一下，啊咱的今仔日咧，咱的来宾呢啊，就是咱杨尚民啊，杨老师，我讲咱这个上界有智慧的，咱的这个爱台湾的中介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咱陈水扁总统啊，伊遭受到即款的遭遇呢，啊，咱海内外乡亲，大家有影出钱出力，搁到流目屎啊，讲靠倒万里长城哟，啊，万里长城都若倒落来，拢喊着家己对阿扁总统一点啊帮衬都无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伫个这个过程内底，啊，我甲这个杨尚民老师呢。点点伫边啊，伫遐在学习吼，啊，伫遐在看讲要安怎来帮衬阿扁总统，啊，所以讲啊，老师有伊老师的这个做法安尼，啊，今仔日请啊老师来伫个遮现场，佮甲咱海内外乡亲啊来报告一下安尼，好，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陈水扁做总统，伊就是因为当时无接受我杨尚民的建议。叫做一条天主一条神。你做总统的时阵，是由台湾人民百姓希望你将国民党推翻掉，啊，才选你出来做总统的。照讲，你爱将国民党遐大官总换掉，就是短期内，因为国民党所设落来这套体制，你无法度甲伊换掉，但是你会使咧甲伊变起来。并不是改起头咯，就是改编起来编入领经，还做参事啊，成咱台湾本土的人起来接这个国民党体制的这个大官位，安尼你后边也做总统才好做。但是
当时阿扁讲一句话，我相信大家拢知，伊是要做全面的总统。嗯。啊，若甲要做全面的总统呢？迄当阵，你就莫叫遮个台湾乡亲哦来投你的票，你就干脆讲，我要做全面的总统。恁台湾乡亲会用投我的票，你外省人还是国民党的人，也使投我的票。哎，若安尼讲出来，我相信你阿扁要做总统真困难。就是阿扁啊，你对遮个台湾乡亲有一个背信的行为，在政治上有背信的行为。即系落个今仔日，你爱去用关，吼、哦？就公理上来讲，是达你当前，因为你的官司并唔是真正违法，是由政治甲你迫害。但是就私情来讲，你欠即个台湾人的私情，所以你今仔去用关，你就爱要觉醒。啊，即点台湾人。是平常时是流汗流血，有诶流目屎，伫咧求生活。啊，会当做主，只不过是伫咧投票迄个一分钟诶时间尔。剩诶呢，一直拢做奴隶，一直拢咧做奴隶来咧趁钱，吼、哦，伫饲遮外省人。即款诶政治绝对无公平，诶，台湾人诶生活呢，照讲你阿扁啊。应该是爱替台湾人来做代志才对，唔是讲你要做全面的总统，你因一时的失格差，造成到今日你去用官。啊，因为即个百姓投票给你，因的权力只不过是投票迄个一分钟的时间尔，剩的就是拢做奴隶。所以即马即阵人虽然讲真唔甘，你也变也去用。政治迫害官邸监狱内底，啊，扮演明枪里要去炮刀万里长城，但这款是戆波，这款是无效，声势做起来，吼、哦，是做袂起来。为什么声势做袂起来？因为这阵人拢爱靠体力、靠时间、哦、靠汗、靠血、靠目屎去争取生存的工课，无时间来。填这阵人去做万里长，靠万里长城，所以这个声势是做袂起来，是必然的现象。啊，有一群比较的较闲的老大人，啊，是讲暂时无头路的，一挂少年人去扮演面经理，但这款对阿扁啊的帮助一丝丝效果都无。我用上面所咧做的代志，一向都是有人做的。唔免我，哦，啊，无人做诶，我就去做。是，或者是有人做诶，做未来；或者有人做不要做诶，我用上面台出头。通常我拢是扮演这个角色。嗯。第一只阿扁啊，从关在中间，我一直看。深头啊，大家嘛是咧声援阿扁啊，啊，唔过呢，无人替阿扁啊官司出头。虽然讲有律师替伊拍官司，但是嘛是输。这个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政治的作用，政治力，政治力来强迄落嘛。你看卖，就讲，周占春甲阿扁总统，甲伊讲无做释放，啊，念咪哦，这个马英九用总统的身份，啊，就来请遐个司法部长、什么碗糕遐个拢请来食饭，唔知咧讲啥，啊，尾啊，伊就向我宣布讲，啊，你判你迄落要判决阿扁总统这件代志，啊，你就爱好爱要顾虑到人民的感受。什么叫人民的感受？得爱顾虑到因中国人的感受，顾到伊这个马英九的感受嘛，是安尼。讲到白话文，就是安尼讲嘛。我杨尚民呢，一向就是要做迄个用个智慧去解道法，唔是用体力去解疲劳。所以我观察一群人伫遐做面经理无效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收集。阿扁啊，伫监狱内底所写的一本册，哦，写写本啊，尔啊，内底的资料我甲引用，啊，嘛引用一寡迄个新闻报纸的资料，啊，甲引用伊阿扁啊的律师替拍官司的资料，我专咧改写
迄个告诉啊，向法院告十个法官，包括五个庭长。我相信讲，今仔日阿扁也会被判一部分的无罪，甲我杨小明告这几个法官有真密切的关系。这就是我杨小明一向咧做的代志，我爱甲人同款去做一寡了时间、了体力啊无作用的迄代志。即马嘛是同款，要救阿扁啊呢，上加迫切需要的，唔是去底下要靠万里长城，万里长城是靠袂倒的，迄是小说。无啦，尽管若倒落来，拢砍掉家己。啊，迄是小说哈。嗯。实际上。万里长城并不是秦始皇一手造成的，因为在秦朝以前，各朝地就真济啦，君王吼，去做一扎一扎的城，是累积的啦。迄个万里长城的城吼，本来是无共朝地啊，拢有做起来，一过一过啦，啊到。这个秦始皇的时代，才将这城啊拢个连贯通起来，才个连起来，连接做伙。嗯，哦，这个是万里长城的成就的由来。嗯，但是伫三国时代的迄个做错，啊，加迄个张鲁，因冇佫接一个城出来。嗯，哦，以后的朝代嘛是有佫接城出来，所以万里长城并唔是秦始皇这个朝代一手做做的，这是连贯性的。啊，会使讲万里长城就是中国的历史、的战争、的政权的连贯。嗯，所以讲咱台湾，咱即马，你这是比如一个尔，比如一个讲咱遮的这伤细卡啦，有影啦。你看啊，扁总统伫个这个将近要四冬啊，咱海内外乡亲，大家拢安尼忧心忡忡哦，拢伊在恨不得讲有讲。讲安怎有一个什么方法啊？眼看讲伊身体破病到遮尔啊严重，爱较紧互伊出来治疗，大家拢用尽方法啊。但是效果有无？啊，若有今仔日还阁关伫个内底安尼。因为我看出讲，大家伫迄个伫硬拳头尾伫争石狮吼，争个老血老地吼，石狮还阁是存在伫迄个所在。伫这个电话小姐哈，兄弟啊，我那有甲拜托，看别想什么办法来救阿扁啊。哦，我看讲这个时阵，我用上面啦无出头啊。要救阿扁啊，哈，可能有困难，因为目前阿扁啊，这个身体状况是未使阁拖你啊。所以安尼呢，我才联合电话啊，老电话，我写一个请愿书，为总统府去。为迄个行政院去，为法务部，为法务部去，这已经发生效果啊！所以即卖会当讲要台北嘉义，伊准备要甲阿扁啊，要移送去台开。除了讲桃园这个病院以外，由阿扁啊所希望以外的病院吼，即卖真有可能会伫咧进行中。我相信这受到总统府、行政院。法务部，吼，诶，公文诶压力有密切的关系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是安尼，总统府诶公文和法务部和行政院，行政院诶公文和法务部，法务部诶公文去互遮感觉，吼，这里就是我甲刘定文两个所做诶一种请愿诶动作。这里就是两力诶，这里就真正诶恢复力抗争。所以我给定一个名，叫做“恢复力抗争救扁啊最前锋”。哦，恢复力抗争救扁啊最前锋。安怎讲救扁啊最前锋？就是这个物件入去，直接到总统府这边；这个物件入去，直接到行政院长这边。哦，法务部长无差不多被杀了。哦，这就是最前锋。拢免浪费着力。这才是真正的恢复力的抗争，不是免讲找人去上街头，去遐化休啊，搁互人讲安尼啦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用的拢到底的，不是到辣的安尼啦。
这个第一这两天新闻有出来哈，讲有两位医生入去来底看阿扁啊。这两位医生，郭正镇医师甲郭文迄落，郭文德，叫啥？是，一个叫做迄、那个，郭正镇啦，啊甲郭文德。郭文德医师，郭文德就是台大病院的这个医师，拢两个拢是伫这个台湾受到肯定的有名的这个大医师啦。伊入去看阿扁吼，是看的成分是较少，诊断的成分是较侪，因为伊本身是医生，一个是台大。一个是严重的，这算拢大牌的病院出来，现任的医生更不是出来，现任的医生，所以因医生的身份证明当然是诊断，诊断出来的阿扁的病情呢，以医生爱保护病人的病历的迄个职责，伊袂当公布，但是又表示讲阿扁的病情重啊。真有可能，那不管伊滴有生命危险，这款的消息出来了后呢，伊台北感觉随对出来，随发表一个声明，将这两个医生所讲话呢，改做一个反驳。我用上面看了讲，这感觉所反驳的内底内容有前后矛盾的所在，所以我随甲迄个电话呢，搁写一张申请书。申请是申请讲台北监狱，法务部爱叫台北监狱爱解释要清楚，这个前后矛盾的部分，你爱说明清楚。因为我发现讲，伊台北监狱所发表的声明呢，是一种迄个故意要拖阿扁的病情，让伊病情，较严重，产生并发症，安尼，因是用这款的。恶毒的手段要来陷害阿扁死里加入内底，所以我杨尚明感觉讲，安尼真严急啊！所以我才采取比较的，甲别人做法无同款的。所以我即摆要将这个做法无同款的内容呢，来向大家报告。这个就是伫迄个张我写的文，写好呢，来拜托丁梅小姐下载已经发出去啊。对，我拢透早我就先走去台北邮局总局遐，甲挂号，挂号寄出去安尼。我来向各位报告吼，这张的申请书吼，申请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杨尚明，一个是迄个刘定文小姐。公文是要送予法务部，公文的副本呢，送予总统府，送予行政院，送予法务部交政署。甲送予陈水扁先生，为什么要送予这个总统府、行政院、法务部交政署呢？因为之前我甲电话已经有送过两代的请愿书去予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甲法务部，所以这项代志需要予因知，所以才会送予这个总统府、行政院、法务部交政署。为什么要送予陈水扁先生呢？就要让陈水扁先生知影讲，爱安尼做才对。虽然陈水扁伊本身是律师啦，但是一般的律师坦白讲，我看大多数的律师拢读死册，袂晓应变。我杨尚明对我捌讲，嘛是常常讲，讲我杨尚明一个人有五支嘴，一个人一支嘴，然后五支嘴。我讲予大家听，我以前做乞食迄样阵，乞食嘴，若乞食嘴呢？伫外省话因是叫呐，叫莲花烙，打竹板，大家爱知影，打竹板，莲花烙，这都是外省人做乞食，伊在讲本的一种迄个乞食调，
啊，我用什么？那咱台湾人无同嘞，咱台湾人去食钓是搞迄落弹迄个迄、那个什么月琴哟，啊，落去用唱的唱口调啊安尼。啊，杨尚明虽然讲做乞食，捌做乞食，但是我不晓唱这个乞食调，哦，所以这支嘴无练起来。嗯，但是我捌做过老师，我教过会计，啊，教过国文，所以我有老师的嘴，这就这支嘴。嗯，我捌迄个法律，啊嘛定定伫咧替人拍官司，所以我有法律的嘴，有法律的人的嘴。我捌选过三届立法委员，虽然是无当选，但是迄意料中的代志。嗯，所以我有政治的嘴，得安尼有三支嘴啊，一支老师的嘴。一支法律的嘴，一支是政治的嘴，已经有三支嘴了，吼。嗯。啊，搁有一支嘴哈。嗯。宗教教的嘴。嗯。我对佛教、对道教、一贯道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，拢总有研究。嗯。啊，以前我伫大学时阵嘛，几乎逐礼拜拢爱上台去传道。虽然讲我唔是基督教的信徒。但是因为我本身是老师的身份，啊，伫东海大学的关系学校伫教会计，所以这款身份呢，逐礼拜拢爱去参加礼拜，啊嘛有当时会爬起去做报道，所以我有宗教教的嘴，不管讲佛教的部分，或者是道教的部分，我拢真深入面去研究，所以我有宗教综合的嘴，这第四支嘴。不再来呢，我用上面捌去。迄、那个白牙齿啊，共算命，哦，啊，我有王老师生的嘴，所以我用上面一个人有五支嘴，哦，啊，我来甲各位报告，这五支嘴，什么人上厉害？就是王老师生的嘴上厉害。嗯，人讲啊，迄个王四个诶，天顶咧飞的鸟啊，会该怪落来，啊，溪底咧游的鱼啊，会该跳起来。王老师生的嘴好厉害，吼，就是安尼来，吼，啊。老师的嘴哈、是比学生较牛啦。嗯，啊，毋过呢，老师的嘴是属法律的嘴，属律师啦。嗯，啊，律师的嘴是属什么呢？律师的嘴是属政客的嘴啦。嗯，哦，政客拢安尼乌白话嘛。嗯，啊，骗死人，唔免负责任。见人讲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，这就政客啦，典型啦，的典型哈。所以政客的嘴是赢过律师啦。嗯，啊，毋过呢。迄、那个这款的嘴是属王老生的嘴，嗯，王老生的嘴足厉害，嗯，啊，我杨尚平伫咧拜夜市的时阵呢，嗯，人要来甲俺问，要问代志、我杨尚练个什么款，嗯，伊还袂开嘴，我就知伊心内底咧想啥，要问啥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咧替人拍官司吼，卖讲是你迄、那个叫做。当事者吼，原告好，被告好，对坐啦吼，两坐对坐。你未开嘴，我也知影你要讲啥。啊，你法官也好，检察官也好，你未开嘴，我也知影你要讲啥。因为你心肝简单，我就随知啊。啊，我练到这个程度，所以王老先生是足厉害。对啦，这是啊，和咱今仔要讲的这物件定空空吼啊。插一挂迄落地外话安尼啊，讲讲诶，较袂遐忝安尼。嘿啊！啊，人嘛在讲讲咱这个节目吼，伊台要听落，啊，毋过足久的哦，坐到腰酸骨疼呢。讲后面看讲会当缩小吼，讲会差不多啊，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就做一节，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做一节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毋过人袂当一个连贯，咱这是知识性的谈论性的迄、那个节目嘛。所以讲啊，安尼听到底哦，那讲到法律的啊。无有个人会感觉足沉重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要甲咱个海内外乡亲报告，咱阿扁总统啊，伫个关伫个内底安尼，有影真无步退无路，啊，我嘛安尼忧心忡忡啊，四界去拜托人去讲，啊，看有啥物方法无？大家拢嘛甲我讲好，我从遐拢相信遐个民意代表，因为我迄个社运安尼一路行来，伊就知我捌足济遮个即个中央级个民意代表吼、啊，不管你有动无动个，或者是千哪动个，遐我拢捌真济。大家我拢去拜托过，
看讲有啥物话，大家拢嘛讲啊，迄简单啦，着爱安怎啦，啊，迄简单啦，着安怎呢？其实哦，拢无简单，因为你法律啊超越迄落伫即个政治甲你卡的吼，你着完啊下一步法的啦。啊，伊我着国民党，我若要即马要互你啊，变做弄遐紧遐好食，困伫个内底，卖甲你虐待，啊，搁互你平安会当出来，我着毋是叫做国民党啊啦。哦，这应该是安尼啦。所以讲，到尾啊。足艰苦的，就是讲阿伯啊，伫这个诶，阿斌总统在出代志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伫个了心头壳遐有甲你翕一块影片吼、哦。我真早捌听过你的迄落啊电台节目啊，听是拢片段，无讲专心来了解你这个人。阿伯啊，看讲哦，你足大胆的，啊，你安尼一睏个过个十个，迄都爱。艺高人胆大，你要告这个检察官、告法官吼，有的人你也未迄落，你家己就走去关的啦。啊，所以讲你会当专心立体，啊，搁改告。啊，当然咱知影讲告伊无效，啊，但是咱有迄款的记录，啊，你搁无互人掠去关，吼、啊，这都是都内底都是啊，有字无字啦啦，安尼讲啦，啊，奥妙啦，嘿啦嘿啦。都有奥妙啦！我认为讲阿扁啊，今仔日有几条官司吼，去待判无罪，甲我各界法官吼有密切的关系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今要来甲大家讲，我甲电话吼，电话提出这个申请书的内底内容来做说明，啊，分做几点，分做五点吼。啊，我一点一点。啊，头一个迄个主旨，我来念一个吼，可能安尼你较袂遐忝哦，你休困啉一个茶吼。就是讲主旨，就是讲台北家乐对收容人陈水扁自费聘请医生发布的迄个新闻吼，伊讲这个内容呢矛盾的所在，互人真起了这个怀疑。台北家乐吼，伊就是挑意过要来拖延吼阿扁总统治疗的时间，要借着这个互这个病人呢。可以病入膏肓啊，病入膏肓吼，来引起着这不治之症、并发症啦。因为你有心脏有病、细胞有病，啊个啊，这个射物线有这个瘤，啊这个瘤咱唔知恶性啊、良性诶，吼啊种种安尼，啊个来喘气阁未顺安尼，吼、哦、这真侪这个病吼，啊要这个有诶病是未当拖一个拖累吼，会去并发着别项诶病，头啊无遐侪病，尾啊愈拖愈。有侪病吼，啊，这个就是违法甲剥夺受刑人的这个治病请求权啦。啊，这个就是食伊就加少着这个植物的这个疾病吼，来压缩着前总统陈水扁的这个性命哦，可以会当啊，阮就写这个申请书呢，请恁速速吼，要来家己矫正这个啊。这件代志啦，就是讲你台北家乐，你唔予阿扁总统治疗，啊，搁伫迄个电视媒体顶管吼，伫遐底五四三乱讲一通，啊，这拢违反着这个家乐法的，所以讲杨晓明老师呢，伊是用这个咱依法就是用法来对待，安尼才有法度。这个就是叫做以毒攻毒的手段啦。是是是。哦政治的代志要用政治解决，是亲像讲二八事件的代志是政治，袂使用民事赔偿来解决，这是我一向坚持的代志。是，所以我用上面对二八事件，我并无去登记，因为登记了就变民事的代志啊。对，即摆要讲吼，第一项吼，这个申请人，这个刘佩佩加李定欣。这两个人在2012年4月24日下午3点，由民进党的现任立法委员陈后柏陪同去台北雅乐，特见进前的总统陈水扁，去遭受到典乐长彭祖杰两摆进入特见室干扰，并带回这摆申请引准伊入去的这个郭建明呢，插入去。这个讲话的代志，分线人的讲话的时间。这项代志，阮提出请愿，已经分别由总统府啊、甲行政院啊、甲内政部答复落来，因重视这项代志。
所以伊总统府呢，伊有函予行政院的秘书长，啊，行政院伊有函予法务部，法务部则阁写函予法务部交政署，啊，即几部分的单位机关因综合的意见，就是讲受刑人的健康权啊，甲免费权啦，啊，爱重视，爱落实本人啊，这基本人权这项代志呢，啊，叫因爱赶紧处理就好，啊，处理的情形爱答复杨尚平，甲答复迄个刘定梅，甚至爱恢复伊总统府，甲恢复伊行政院法务部知影这项代志，这是第一项的说明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吼，啊，咱来，和老师休一下，咱等下，啊，后阶段呢，咱再过来，继续过来讲，啊，咱的这个，阮今仔日，啊，我透早去这个今仔日所有邮局拢休困，干那总局吼，啊，佮有办公收件寄批嘛，啊，所以讲我透早就去台北邮局。啊，去甲伊寄出，总共寄六封啦，吼，寄予各个单位，吼，啊来甲伊申请，吼，即甲阿扁总统啊有切身关系，即个申请书安尼，吼，啊，咱即马，吼老师休困者，等下，明仔再搁倒转来，再会。